替黄姓女大生过生日，特别带了摇头丸助兴，一人吃一颗。阿被人发现倒在床上，全身冰冷，失去意识，送医后不治。虽然相验后没有外伤，但警方怀疑可能是服用过量药物导致死亡。国一13岁与小62岁的少年形迹可疑，上前盘查询问，搜出 ketamine 残渣袋。两名少年坦诚，看到孙子哭喊着要阿妈醒过来，怎么让人相信杀阿妈的人？贩毒集团以金钱还有免费的毒品引诱学生加入贩毒，还害得原本名列前茅的学生课业退步变倒数第一。